豆腐以麻为先，欠麻的时间较长，大量入食后口舌难以合拢，是吃了麻婆豆腐的最大感受。现场共有三位麻婆，脸上各有九颗麻子需去除，三位队员需同时吃三块麻婆豆腐，并率先吹响口哨者才可以给自己的麻婆去掉一颗麻子。率先给自己的麻婆美容成功者获胜，并将得到信物。失败者需在自己脸上贴上麻子，并将照片传上社交网站一天。请秀出你们的庐山真麻子。哇，这么多啊。读一下，一颗、两颗、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颗，三个换一颗麻子。他脸上有九颗麻子，我要吃三个，27块豆腐。有米饭吗？哇！来，姐姐的，君君姐先吃吧，这边最远。好的。欧弟哥，你的，谢谢。哇，你对我真好啊。谢谢。哇，我好想吃啊，快点啦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好吃哦。有辣哎。开烫啊。对吧？都辣到没法吹啊。汪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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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汪太烫了，这个锅还在加热呢，现在。哇，还在加热，先关掉吧，先把炉子关掉吧。导演组说就是要这个效果。要的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热。是的。哦，有道理，有你看，有念书就是不一样。